九龙三育中学的办学团体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基督福临安息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基督教非牟利组织，里面主要是有教会、学校和医院。在香港，我们的上级机构办事处是在沙田，我们直属的上级机构办事处是在佐敦的山林道。在香港，我们亦都有两间医院，第一间是司徒拔道的港安医院，另外一间是荃湾柴湾角的荃湾港安医院。至于社会服务机构，虽然数目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在屯门山景村都有一间青少年中心，在白田我们有一间阅读中心。服务长者的机构我们有几间，在小西湾、马鞍山、恒安和新蒲岗等等。至于教育机构方面，在元朗我们有一间三育幼稚园，近住太和火车站我们有一间大埔三育中学，在澳门的氹仔我们有澳门三育中学。在清水湾我们有两间学校，一间是私立的专上院校，里面我们有办香港的认可课程，亦都有办连接英美加澳本会外地大学的课程。另外一间全英语的国际学校亦都有包括寄宿的服务，叫做香港福林学校。至于九龙三育中学，我们的初中部设在间街的原址。另外2008年教育局亦都批准我们使用了诗歌舞街的周氏分校，在那处我们现在是有高中部。我们的教会亦都有不少的教堂，在香港澳门加起来总共有25间，这些呢只是其中的例子。我们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教会组织，办学团体呢是给予我们很多额外的资源，包括有一些教牧的同工、传道的同工和其他的文员的支援。亦都透过这个全球的网络，我们办学团体是全额资助了多聘了两位国外的报道师，连同本校的外籍英语教师三个人，同学能够是可以有英语交谈的机会和比例都是大大的增加。我们这个全球性的网络的优势亦都帮助我们能够可以我们的同学能够可以有机会去到超过100所英美加澳的大学和是研究院。在疫情未开始之前，我们曾经办过不少的游学住宿，亦都有一些英语浸淫的课程，是可以呢是去到我们本会在不同地方，包括是菲律宾的英语学习中心，能够参与一些是浸淫的英语课程。这些呢都是能够是帮助到同学在他们的语文发展上面有好的进步。